这是哪个夹子？好吧，好，就是叫什么菜来着？叫什么？那饭店那个苞米排骨豆角，这饭店还值钱了呢。值钱了，这一大锅的话，这是值钱了。都愿现在都愿吃这种饭，一点都愿点这样的。看看，这是来自西瓜视频，来自西瓜视频中秋的问候，妈。西瓜视频邮的这个中秋节礼物，看看都有啥？看看，看看这什么礼物啊？哎呦，我看这个吧，主要是，哎，真漂亮。啥礼物？月饼。这玩意儿拿个皮儿没啥意思。这靠色呀。还没有意思。等会儿。啊？哎呀。哎呀，这啥呀？哎呀妈呀，还有杯子呢。喝酒的呀。四小杯子茶杯，挺好。茶杯挺好哈。一手大叉呀。这小泡芙腿汤。苞米好吃啊，这可老入味儿了。嗯，开汤的时候就放里了。开汤时候嘛，那真是更炖炖那味儿了。啊。这锅，看完东锅看西锅。这啥？草鱼啊。草鱼。草鱼炖茄子，这不是鲤鱼炖茄子，是草鱼炖茄子，草炖好吃。哎，太有食欲了。还有苞米。啊，有苞米。嗯，来大盘子满足了。哎呀，真有食欲，这瞅着就真是，这才是咱自己家的实实在在的。过来吃饭，快来。来，大姑娘。过来吃饭了，今天过节了。你吃那个，随便让。快拿你拿，把你拿来。啊，他想吃盒那个。小包子。给爸吃啊。嗯，哎呀哎，哎呀，好吧，谢谢爸爸。这小孩子丑。来块肉。丢手了。吃吧。可香了这肉，我也来一块。还有一个这个小月饼，这个月饼都做成西瓜视频那个。小样子，把尝一口啊！奶奶的，嗯，挺好吃。给你们姑娘，刀反了，往那边切。给爷爷，给奶奶。这个是给爷爷的。这是给爷爷的啊。这个是给奶奶的。这是给奶奶的。这是给奶奶的吗？给爷爷的。这个爷爷的啊，谢谢宝宝啊。大宝真能，嗯。好宝宝，大宝真乖。排骨没吃呢。这大草鱼。啥呀？有菜。草鱼好吃。啊？嗯。啊！哎呀妈！尝一口啊。真香啊！吃点什么籽儿呢？